那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那个上个礼拜这个档案打开好了啊，一样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启动的时候呢，因为里面呢，我们有存的那个具体哦，啊，包含就是程式部分哦，那特别注意呢，如果说你要哦，哎，能够执行它的话，啊，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，这个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把启用内容的部分哦，一定要把它这个点选哦，如果你没有按这个启用内容的话。 那它，你即便按任何程式哦，像这个按钮按下去的话，它其实会出现这个状况，它会跟你讲说哦，该巨集哦，可能无法在此恢复，因为你没有启用巨集了，哦，实际上呢，因为你把它停用掉哦，那怎么样启用？很简单嘛，你就把这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了哦。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哦，那之前有蛮多的那个巨集病毒了，因为有在早期它没有这个机制的时候。 也就是你直接把Excel哈或者Word或PowerPoint 打开，里面如果有那个巨集病毒的话，那就会直接哈，直接怎么样，直接就启动那个病毒，那会造成很多的那个就是问题啦，电脑可能之前啊什么会把你的记忆体全部消耗掉，好让你电脑宕机诸如此类的，或者现在哦应该慢慢会像比如说像什么电脑绑。 绑架了哈，好像把你的所有档案绑架，然后除非你付赎金哦，不然的话不让你继续使用电脑，那当然有风险的哦。不过理论上我们这个档案自己写的，所以直接把它启用就可以了。OK 哈，那我们上个星期的话，主要是把这个巨集录制哈，把它完成了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VBA。那 VBA 的话呢，哈，我们基本上呢，我们上星期主要是写了这个。 制定功能区里面呢，其这个开发人员还是要打开了，因为每一次上课这个还原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写的东西啊，基本上会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 Visual Basic，所以你就开发人员里面呢，把 Visual Basic 点开来。那点开来之后的话啊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以后如果说你要找你的程式的话，基本上哈，记得了哈，它就放在那个模组里面。那所以 Module 1哈，里面是放应该是放什么？放我们那个入的巨集了哈，所以。 你把它打开，那关闭的话，你可以从那个这个右上角的那个关闭哈、哦，可以把它关掉哈、哦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里面这个叉叉，你不要关外面哈、哦。那里面这个叉叉就是把这个模组关掉。那另外的话呢 ，Module 2我记得我们是写了那个就是第一个自己写的 VBA 程式。好 ，OK。那主要哦，上个礼拜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了，就是说呢，我把什么呢？我把一个公式哈、哦。 丢到一个储存格里面，哪一个储存格呢？就是 range 的，这个 B3 的储存格。OK， 那这里的话顺便提一下啦，因为这个字太小，如果你要把字放大的话，工具里面有个选项，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哦，可以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下哈，把它放到12号字好了，预设是9号太小哈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呢哈，我们可以用那个 range 啊这个物件名称哦，指向哪一个储存格。OK，那丢哪个公式了。 那上个礼拜有提到一点，就是说公式里面哦，因为你要输出公式的时候哦，它里面有个规则哦 ，VBA 里面双引号指的是一串文字，好会有个头尾，那你会发现公式里面呢也有双引号，那双引号跟双引号会重会等于是重复的啊，所以为了要辨识说两者的差异啦，我们有个规则就是说，如果里面假设公式里面有双引号，那我们就要怎么把那个哈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。 OK， 它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那第一个了哈，就是说我输出，不过目前呢只有输出一个啊，有没有 range B3？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的范围哈是从哪里呢？从那个这个 B2 的部分啊，从这 B2 哈一直帮我输出到 B 最下面应该 B10 的部分，那这里的话呢，我该怎么完成这个动作了啊？那这个地方你就需要撰写。 一个回圈的概念啊，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哦，它这个地方的那个这个数字有没有？它现在是3嘛，那理论上哦，我希望它能够变动，变动的范围从2到10。所以这个时候哦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请你在这个程式上方哦写一个回圈，写一个叫 for 回圈的东西哦。那所谓的 for 回圈呢，基本上简单的概念就是我要产生一个连续的。 数字哦，它的范围是从2到10，所以它的叙述方法可能要稍微记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固定规则是 for， 后面加空一格加一个 i 是一个变数哈、哦，那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告诉他说，哎，这个 i 里面的变数值哈、哦、
帮我从开头是二，空一格到的话就 true 哈，二到十里面帮我做个变化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请你在这个 enter 两下。哦，为什么底下再打一个 next？ 因为有 for 的话呢，就需要有 next。next 指的就是说哈，下一个数字啊，意思说它第一个会先产生二，跳一次之后的话呢 ，next 它会跳回去，跳回去之后呢会产生三，再来就产生四，产生五，产生六，哎，以此类推 ，OK 哈、哦。那如果说呢，我今天已经有产生这个，那当然如果它是的话啊，是那个效果的部分的话，你可以这样试啊。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哈、哦，帮我把那个结果先输出到这个范围，那里面的话就输出那个 i 的值好了。比如说 i 的，那我输出到哪里？输出到这个储存格。当然跟各位讲一下啊、哦，储存格哈、哦，它的表示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用 range， 好，我先用不用 range 好了。另外有一种方式是用 sales。sales 的话，实际上啊，这边按一个 tab， 习惯是下一切哈、哦，做什么动作？那一般的话呢，我们哈、哦、再来就是记一下那个叫 sales 的一个一个物件哈，你把它当一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呢就是储存格，加 s 的话指的是这个所有的储存格，所以呢刮胡后面你跟他讲说，哎哪一个储存格啊，他会问你说呢哈，哎你的列是哪一列，哎所以跟他讲一下哦，我要的是第二列。那可是问题，我刚刚讲到哈，这个列号呢，当然会这边跳动了，所以你直接给它 i 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它的这个 i 的值，第一次会是二，第二次的话会是三，直到十为止。好，逗点，下一个的话问你说 color， 哎，这个叫 color index，color 是蓝，哪一蓝的意思？哎，哪一蓝？那当然有两种表示啊，你可以输入二，第二蓝。不过哈，我们习惯直觉看到这个是 B 栏，所以哦，另外一种表示方法，你可以出 B 栏。那特别注意哦 ，B 栏的话呢，它是一个文字，所以记得前后一定要双引号。但是如果你是第二栏，不用加前后双引号，因为它第二的二的话呢是一个数字，数字不用加前后。但是如果是文字就要哦 ，OK 哈、哦。那比较习惯还是用这个啦 B 哈、哦，所以呢你会发现它是 B 二、B 三。B 四一直到 B 十哈，刮胡，那里面要放什么呢？后面加一个等号，那你要放什么呢？如果很简单，我们先测试好了，我们先测试一个，里面打一个 i 好了哦，比如说呢，请你帮我在对应的储存格里面放 i 好了，然后并且让它执行哦，它会帮你怎么执行呢？你会发现哦，输出结果会变怎么样呢？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会先把这个产生的二哈、哦、放在 B 二的储存格。然后换下一个变三嘛，对不对啊？会把三放在 B 三，四放在 B 四，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发现？哦，如果我执行了这个程式之后的话，它会做什么动作呢？哦，它会把这个刚刚的 i 里面的值哦，就直接输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。OK， 哦，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是一个简单规则啊，也就是说这个等号哈、哦。意思就是把后面的资料帮我放在前面这个对应的储存格位置里面去。OK， 哎，那你想说，如果我今天想要怎么样，把那个刚刚之前我们讲的这个 J 串公式哈、哦，带入到这里，让它可以哈、哦、完成我们要的结果的话，那其实也蛮简单的，只要怎么样，把上一个礼拜做的这个公式哈、哦，怎么样呢？把它复制一下，记得哦，前后双引号要复制哦。然后呢，把它贴到这边来。再来呢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 OK 了，就是把里面的什么了，把里面的这个3哈、哦、改成 i 就可以，因为里面总共有四个啊、哦，四个3。那我先执行给各位看，如果我没改啊、哦，它执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变成说所有的储存格都 A3， 都 A3。那当然，这个公式里面这个应该是 A2 啦，哈、哦，这个应该 A3。所以呢，你需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式里面的这个数字啊，改成 i， 好、哦，但是跟各位讲一下，你不能直接说我让我把这边改成 ai， 哦，跟各位讲一下啊，如果你直接改这样的话，把它执行会怎么样？它变错误了，它完全没办法执行，你会发现公式里面就变 ai 了。那 ai 实际上哈、哦，它也是一个储存格的位置啦。因为 A 应该是 A 栏的 i 列的，哎，不对，它这样应该
应该会产生错误，可是它这个地方它却没跳错误啊。不过，所以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i 哈、哦、放在这一个字串里面的话，特别小心哦，你不能直接就是填上一个 i 哦，你必须要先怎么做呢？先把字串先切开来之后，再把 i 串在中间。好、哦、啊，至于怎么做了，我想请各位哈、哦，先试着把那个上个星期的部分。好的那个程式也许先打开吧哈，然后呢先练习一下，也许先练习这个动作好了，就是说呢写一个 for 回圈，好，然后呢把这个 i 里面的值呢输出到这个范围 ，OK，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哦，哎如何把后面的这个公式套上 i， 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动作应该是程式里面最难的了 ，OK 哦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、哦。